上公布了 TVN 人气综艺《新西游记》五的路透照，众所期待代替圭贤的新成员也被公布，是韩国组合 LOST 的成员 P.O. 表智勋。目前 P.O. 正在和姜虎东一起进行 TVN 综艺《大逃脱》的合作，本人很是黑洞，并具有个人综艺特色，而他和宋明浩也是多年来的好友，估计是基于此缘分而加入节目。 TVN 电视台相关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消息，昨天成员姜虎东、李寿根、燕志远、安宰贤、宋明浩和 P.O. 六人在家庭集合，选出了各自担当的角色，而今天的路透照也暴露了成员各自的角色。吸血鬼 P.O. 表志勋、地狱使者燕志远、女鬼宋明浩、无脸男姜虎东、僵尸安宰贤、鬼娃恰吉、李寿根六个人的造型简直了。要知道宰贤出发之前还发了 INS 附上自己的帅照，没想到罗 PD 这次会玩这么大吧。看看这些照片，小编想起了那首歌，什么妖魔鬼怪，什么美女画皮。